不花钱做脸部防护罩，虽然有点枯手也有点好笑，可是如果当你真的没有的时候，也可以当成一个应急之用。Hello， 我是露露妈。口罩跟酒精是最基本的防疫用品，如果你临时有需求需要使用脸部防护罩，可是买不到，没有关系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两招超简单的脸部防护罩 DIY。首先呢，第一招就是需要使用保特瓶，然后你看一下你的脸的大小，大概是这边到这边，所以你就是把上面这边割掉就完成了，有没有超简单？你看就这样，那怎么戴呢？把它这样打开，放上去，就完成了。而且你看这边很服帖，服帖，这样。虽然有点好笑，可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当一个防护安全的使用。而且收纳非常的方便，你看就这样就好了，直接完全不用收，它会自己成型。这个呢，连小朋友也可以戴哦，我们戴戴看好不好？嗯、哦，有舒服吗？跟大家嗨，嗨，你有看到大家吗？有。第二个也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这个整理袋跟一个发箍就可以了。那这整理袋上面是有这个洞，我们就顺着这个洞把它发箍放进去，这样你看插第一个洞，第二个洞出来，有点像那个针线一样。这样就完成了。有没有很简单？你看，然后发箍就这样戴就好了。啊，这样不会痛。更简单，而且这个其实因为它是发箍，就是戴在头上，其实比刚刚那个保特瓶更舒服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清楚一点，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割成两张，就不会这么污。因为我这个是一张，我没有割。那我们请弟弟来戴戴看。喂，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我吗？看到。爷爷的镜头。有啊，你有看到你自己吗？他没有看到，我记得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拜拜。